你可以想象，就突然加了十八公斤在身体哦。上大号的时候，我习惯是由下勾式的。好细节哦。风波在立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二月十号即将上映的《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》，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南之阳。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贝嘉。我在里面饰演其中一位导演，叫做许智彦，另外一位叫做许玉婷。简单跟我说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，然后背后想传达的理念。理念，理念的部分。因为我们在二月十号春节的时候上映，然后也紧接的是情人节，那我觉得很适合全家大小去看，也很适合带着你的另外一半去看，里面有亲情啊，有男女关系啊，没有不雅画面吧，画面都蛮雅啊，没有不雅画面，画面都蛮雅观的，然后所以才能带全家大小去看嘛，那又很新颖，然后演员又帅又美又演得很棒，然后这部戏想要带给大家背后的意义呢，就交给徐志彦来说，他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哦。这部片在谈放下，里面有很多角色，有爸爸妈妈，有夫妻，有前任女友现任的，每个人都扭在一个他过不去的关里面，每个人都有他在谈放下接受，所以欢迎大家来看。新的一年跨过去就是要放下很多东西，那因为就是拍摄的时候应该就是疫情也蛮严重的，那有因为疫情有影响到拍摄的什么状况？有一场尾牙，因为那时候都准备好了，然后政府就说不能群聚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戴口罩，然后一喊咖每个人就要再戴回来，如果是谁拍过肩镜头就要戴上口罩，反正很繁琐啦，但是都有照着政府的规定量体温登记实名制，然后包含在波波代理拍摄也是，就我们这次有用波波代理的场景，一切平安顺利，谢谢。那个时候疫情真正有开拍的剧组吧，所以其实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你有时候会在很闷的地方，然后你其实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，因为你一直戴着口罩，然后我就觉得工作人员就真的很辛苦。但我觉得最危险的是演员，因为他们从头到尾就不能戴口罩。那时候就是武康人有因为拍戏而增肥，分享一下就是前后的体重落差嘛。其实拍戏其实就20左右，多短的时间？准备到 stand by 大概一个半月。一个半月你增重了18，开拍之后就要踩刹车，有点刹不住，拍的时候超容易喘。你可以想象，就突然加了18公斤在身体哦，行动啊，比如说绑鞋带，我的肚子会卡住，其实真的我没有办法绑到鞋带。然后还有上大号的时候，我习惯是由下勾式的，好细节哦，就会有一种我在跟自己的身体抗衡的，卡住了，对，会卡住，擦干净啊，上下床也是，所以那3个月都没干净。后来就拍到一半有点刹不住车，然后玉婷姐说：“哎，吴康仁你不要再胖了。”到中期他有点没办法在画面里面看到一个比较好看的，对，最后一直想男主角还是要帅，我已经90公斤了，该怎么帅？双下巴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康仁头还高一点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有点两难了。”好，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增重的方法，北部各大知名卤肉。因为那时候想说，既然要增重，一直塞，然后不是很好吃的东西，你心情会很糟。对，饱了还要再吃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你明明不饿，但是你知道你今天热量不够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吃好吃的。那我就去找了很多台北市啊。哦，你在你粉丝专业上面问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大家很多朋友就分享很多卤肉饭，哪一家都吃了。我就说，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我就去吃，这家还好。那你现在瘦身的过程还顺利吗？杀青隔一个半月就瘦了，因为有别的工作。对，必须要瘦。杀青的隔一天早上7点，我就开始持续了一个半月的运动，每天的运动，一天。2个小时重训加间歇性的那种运动，就是要让你重训，但又要让你喘。早上你不能吃东西，我就开始从16:8的断食开始，后来我变成强制变18:6，后来变成21，就是我一天只吃一次，然后撑到隔天运动完再吃一次，然后撑整天，然后用这个方法一个半月又瘦回了到72左右。那你这样子对健康上会有影响吗？这个瘦身方法也不是太好，因为必须在那段时间赶快瘦回来。4个字，白雪公主。哎，为什么给我拍？哎呦，你怎么比呀？4个字。他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他刚刚讲了一个人名啊，周汤豪吗？跟电影很有关系啊。这个字不是国字，你有对到啊？九位爸爸，你这样比，九位爸爸，你比给我看，九位爸爸，那你怎么比？这个有什么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好吃不？退去哪？不可以拉人。
啊，好想看。哦，怎么好像很容易？我没有人气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影帝都是不需要道具的。铁达你好。是是是。你很厉害耶。两个字，孕妇，孕太喜。四个字，瓶颈，戏剧生涯的瓶颈。孕吐，孕吐，是吧？四个字。有关系吧？闹一嗨，独居老人，老人啊 ！I know, I know。圣诞老人，你超烂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刚刚我们非常努力，这两关，这两关为大家争取到的特例汇票，都会在 Pop Daily App 的惊喜和抽出，赶快去下载。重点是我们的电影《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》。2月10号全台上映，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在里面的感情世界，来看一下许志远他长得好不好，看我演导演演的怎么样。好想看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